今日估唔到做咗親善大使添，一二嘅三，紅基有食夠新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多唔多肥師奶咪？我依家咧喺銀星大道嘅 low feel 嗰度。點解嚟呢度？因為呢度有獎抽，淨係呢間至有嘅咋，行咯。點解又嚟呢個紅記嘅肉食專櫃？因為有獎抽咯，揀嘢先，買隻煲湯老雞。好似執到寶咁樣。新年豬你係好難買到嘅。揀兩個蘿蔔先。新年點可以唔要豬手呢？橫財就手，正財都係就手嘅。師傅你好。係，你好你好。哇，啲豬手好靚喎。咁要三個。三個 ，OK。唔該曬。OK。好，唔該，唔該。其實呢間係咪買滿50元咧有抽獎啊？係啊，而家我哋公司咧做緊一個推廣，啊買滿50元啦都可以有個抽獎。啊，只要咧你喺我哋counter買滿50元，任何嘅肉食就可以俾咗錢，就拎翻張單入嚟喺度填個名、填個電話，咁啊放落去我哋嘅抽獎箱就得噶啦。好，咁啊其實係咪喺出邊咧，即係都係你紅記肉食嘅櫃啦？係。紅記肉食嘅設櫃，買啲雞啊，或者係其他嘅豬腩肉啊，都可以。得。包埋啊。係，包曬噶啦。只要喺我哋嘅counter買嘢就得噶啦。好，多謝你啊！好，唔該曬，買多啲啊，中獎機會大啲啊！係，我喺呢度揀到咁多，一定夠啦！拜拜，拜拜，拜，係滿載而歸，去計數啦！找咗數先，我哋要攞咗單，然後翻嚟咧，再去填張抽獎券。有單啦，夠數。攞抽獎券喺呢度攞噶嚇，哦係啊係啊係啊，筆都有，填咗先，填曬之後咧，記得釘好佢，然後擠翻落個抽獎箱度，擠翻嚟先。如果唔夠高嘅擠唔到落去咧，就唯有請工作人員幫手同我擠落去啦。大家記得啦，紅記肉食嘅紅兔大展新春大抽獎係呢一間 Lofield 至有嘅咋，咁樣購滿50元咧就可以換張抽獎券嘅啦。抽獎嘅活動係到今個月嘅1月28日年初七，只要將抽獎券填妥擠落去就可以有機會抽獎，有機會中總值800元嘅禮券。希望大家有一個幸運的兔年，新春大吉，兔年行大運，大家身體健康，食得健康，食得新鮮，大家都吐氣揚眉，萬事如意，兔年吉祥。係點填啊，靚姐？咁就填姓名、電話。有。家姐嘅張票。係。嗱，哎呀，梗係薄啦，係咪啊？啱啊。六。靚姐，咁咧點啊？電話。電話入。其實紅記肉食咧，除咗出去超市買咧，仲可以喺屋企買嘅。
屋企網上買，每個禮拜咧都會更新嘅。依家咧就近新年啦，所以咧特別啦，有個福袋賣，70几蚊咧就賣到48.8，買滿118蚊咧免費送貨上門。咁我最中意佢嘅係乜嘢呢？有呢個袋，有呢個保温袋。咁我同大家睇下今期嘅福袋內容有啲乜嘢咯喎，開嚟睇下先。好重噶，我由門口抬入嚟咧都好重。啊，呢個福袋內容豐富，好大袋，係稱唔起嘅。睇下入邊有啲咩喎。首先一隻永達農場走地雞，外黃花魚兩條雙魚，可以做尖峰黃花魚，鴨翼骨膠原補充的好機會，好大包，可以做鹵水鴨翼又得。跟住呢一個就是老虎蝦啦，16-20的400g，分年必食的豬手，橫財就手，切好曬噶。金沙排骨條，好重。最後呢就仲有呢個好咯，李錦記的蒲角汁，整蒲角雞又得啦，啊，蒲角掌翼應該得咯。呢個福袋睇下有幾樣嘢，1、2、4、6、8，8樣嘢，連埋呢一個李錦記嘅蒲汁。咁樣個福袋係賣到幾時呢？賣今個禮拜嘅咋，一路係到1月21日，咁樣售完即止。如果係再買其他嘅特價貨品咧，就要等下個禮拜啦。好，咁我就會將所有嘅資料擠曬描述欄裏邊，大家有興趣嘅朋友不妨打開嚟睇下，順便訂閱皮斯拉阿妹嘅頻道，點讚留言，撳下叮噹仔，同埋分享俾大家。好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